今日本尊便要杀绝仙母，叫这三界四周从此再无一根仙骨。唐太监，我一定会杀你！若我们的死法不到过去，在唐太监沉默之前诛杀他，你掐我一下试试。就能斩断魔神陛下灭世的宿命。听说当年姑爷在景国当殿下的时候，就很不受那些人待，很小的年纪就被送到咱们陈国做质子了。魔神并非生而来。 而过去便是他唯一的断点。只要回到他城门之前，今天是唯一的契机。你抓紧我！也是我，你傻了吗？跑来找死！我能让你死？这世上想要看到我横死的人多得过且过。你是在怀疑我吗？没有，做梦都想杀你。我甚至希望，希望他从没在这世界上存在。跟你没有什么。 我比这世上任何都很坦白。我竟然还以为这世上真有我好。你放在笑那一下就挺好看的。羞耻之心那种东西对我来说毫无意义。没有这口饭，我可能会死。但若有了羞耻之心，我根本就活不到今日。你是不是专程为了救我？ 我不是你的掌中丸，跟我没几话。你不是说过制造杀我吗？我知道，他就这么想跟我商量好不好？你如今若走了神，我能救也不杀了。从今往后，我们再无干系。想你太多秘密的东西，我一个都不会。我不想再等了。你再见。你不能死。你就是心里最近什么事情？喜欢就是不想让他死，想跟他待在一起，看不到他，不着急，看到他就高兴的。与其力量实在是不值一提的东西。